Hello Causeway Bay。我一聽到話銅鑼灣會有開 Esprit 咁樣，咁我會擔心一部分人士去咗銅鑼灣嘅興發街，因為畢竟銅鑼灣同埋 Esprit 有一個好微妙嘅關係。你一講銅鑼灣，講 Esprit 係一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嘅，對於即係好多香港人嚟講，嚇，亦佢係一個其中一個集體回憶嚟噶嘛。原來個時代已經轉變咗，咁但係呢一個一個銅鑼灣嘅另外一個即係新嘅一個 Esprit 嘅旗艦店，咁我都希望在那裡表演一下接衫。